红颜命不曾淡薄，这世间有没有传说？生为飞蛾，若是不敢扑火，这宿命凭借什么穿过？似零落缠绕着，似枷锁精装与我。皇上，恕臣多嘴，您在皇后娘娘身边守了这么些天，也该好好休息休息了，不然身体会吃不消的。皇后娘娘为什么还不醒？回皇上，皇后娘娘因为旅途劳顿，多日未眠，再加上她从未受过这般劳苦，所以需要睡上几日才可清醒。都先下去吧。是。启禀皇上，粮草运到了。好，传令下去，所有人休养生息，备战待敌。是。